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，我却不能给的居然不是你想要拥有的，我们不适合也不是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互相解释，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你觉得是这样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记录。